哪位是宋诗宁？哦，是我。设计专业。嗯。设计部还缺人吗？霍总，我们设计部已经不缺人了。经秘书部做实习助理，张斌，带他办入职。是。我们走吧。嗯，这个贱人一来就勾引霍总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就是公司新来的小美人啊！你干什么？你他妈敢打我！你骚扰我，我打你都是轻的了。你不是一来就勾引霍总吗？我摸你两下怎么了？少在这儿给我装什么贞洁烈女！霍总，给我等着！霍伦总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怎么了？他骚扰我，他要摸我。霍总，我没有，是他。是他想接我上位，蓄意勾引我，也不知道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到底是谁招进来的。霍总，我建议马上开除他。我招的。什么？